降低了很多。然后我也想请问一下，你对赖清德副总统将要担任党主席，你对他有什么期许？还有您是否认为他是适合的总统接班人选？请总统回答。第一题问总统，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一点？心情上哦，然后当然就是说礼拜三的中午我就会比较轻松一点，下午就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啊。那第二题，你对赖副总统接党主席有什么期望？我希望他把党带得更好啊。第三题问说，您觉得他是适当的总统接班人选？我觉得他是啊。为什么？他的优点是什么？他的优点，他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政治人物，他已经在政坛很久了，所以他的一切的一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最后就是一个评价跟综合评估的问题嘛，哈，所以我的答案是说他是啊。好，下一题，第二题好不好？谁来那边？脑力耗尽需要睡眠。睡前30分钟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，还有主播出任务 CPI 444。